家好，我是郝赵，来自广东。然后今年是我第二年来英国，第一年我是在英格兰比较靠北的一个地方叫桑德兰。然后我来这边呢学的是计算机，专业是 HCI。Swansea 是一个比较多雨的地方，然后据说是英国降雨最多的部分之一。但是学校呢就是面朝大海，我家呢是住在一边是面朝大海，一边呢是面朝一个大公园，然后有很多树，然后就感觉是住在森林里，然后非常好，就是景色非常美。然后这边有个海滩呢，也是英国比较出名的一个海滩。然后关于专业的话，我的专业是计算机嘛，然后据说它的在英国的排名是12名，计算机系。然后这边的老师啊，还有一些研究员都非常的厉害，然后整个教学设备都很厉害。另外呢，就是学校的帮助也很多吧，就比如说像申请Visa 呀，还有申根 Visa， 各种你遇到的问题，他都会帮你解决。关于有一个小 tips， 就是如果你申请拿到了 offer 之后呢，你可以去看一下奖学金的东西，然后一般2500英镑是比较好申请到的。然后总之呢，希望大家可以关注住的学校，然后欢迎大家来希望西来读书。好，谢谢大家 ，Thank you。